食物可以拉近人同人之间的距离，曲奇饼更可以祝福世界。当咬落去曲奇饼卜一声的一刻，能够听到世界的缤纷色彩。鸡蛋六隻，糖两茶匙，牛油九十克，还要啲橙皮添。曲奇饼有好多种，但是我最回味的都是我们的点子曲奇。我八岁的时候因为药物过敏，令到全身皮肤坏死，指甲脱落，全身的水分被蒸干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多水分的眼睛，因此令到视力大大减退，从此我的世界就变得模糊一片。当时我身上每一寸的皮肤都十分痛，但正正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记得圣经里面的一句金句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就信了，然后一步步的走到今天。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。很多人都会以为视障人士什么都做不到，或者只会问你是哪个工厂上班的。我就是想打破这个负面的标签，不愿意被人家标签自己，同时也不想自己标签自己，打破视障人士什么都做不到的这个想法。于是我就成立了社企点子曲奇，每一块饼上面的图案都是代表一些英文字母，透过点字解码表解开社会和视障人士的原始结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我叫黄明慧，香港土生土长，700万个故仔成就一个香港故仔。